由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主办的本地大型华语流行音乐演唱会《新浪2022》今晚举行。今年的演唱会汇集了扬名海外的本地歌手和新晋歌手同台演出，让观众尽享音乐激荡。本地歌手张志扬和詹新轩结合南华潮剧社为演唱会揭幕。今年的演唱会融入了泰古、动漫、功夫嘻哈舞以及华族传统艺术元素，如书法、戏曲和耍大旗等元素，让观众耳目一新。这也是演唱会在疫情爆发后首次以实体形式举行。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总裁刘思伟说，希望通过流行文化展现多元的本土华族文化色彩，也为本地音乐人提供表演平台。